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议长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哈，啊，我住伫水边的番马卡道族哈。那么我真欢喜啊，咱大家啊有真侪拢上过初级班。啊，较过来上高级班吼，那照初级班上完，过来上高级班，安尼是较顺吼。过去有人倒头上吼，有时啊，高级班讲的较深啊，你无上过初级班的基础，你会听来较辛苦。那么我来回应拄啊，咱秘书长有咧讲，迄当时阿扁啊下令了。2008年十一月，到迄个马英九啊，关起来吼。那么，迄阵啊，拄啊就出电影叫做《海角七号》吼，有去看下，就我看卖，我差不多要一半了吼。啊，这片就是咧讲咱日本时代战后了吼，第二次世界战后，那么幸存者有一对情侣的故事嘛吼。但是这篇笑中带泪，好，我伫电影看一遍，伫电视顶重播的时候我看一遍。那么真可惜，讲咱台湾遮好的报道，结果去寻着国民党这个政府来，吼，啊，不甲即嘛，台湾人阿袂出头天，吼。虽然台湾人去选着总统，但是歹势，这个总统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阿扁还做八年，吼、哦，国民党这下较早遐既得利益者，加个切去，因为阿扁也挡着这中国人的财路，包括咱一寡台湾人去做中国路，像第二条高速公路，吼、哦，北二高，阿扁啊，就甲先掏2500亿，那么台南发电厂，吼、哦。火力发电厂，阿扁也甲开国际标，升级要1800亿，拢总只所有的工程，过去国民党哦，2000年以前，这个工程，阿扁也拢差不多一半钱就甲做起来。啊，现在讲2000年，阿扁也无算着，哪去个年前算着，还是宋楚瑜算着，迄拢哪因拢爱去追加预算，上少。追加一半，50%至100%以上，哈、哦。所以你看，阿扁也讲挡我一个灾咯。所以无怪伊下令，拿军只个所谓既得利益团体，包括马英九，想办法想一个理由，就要甲抓起来关，哈、哦。啊，拄啊，比如恁咧讲，阿扁迄个关的是法官叫陈志忠，爱甲伫外国遐钱爱寄转来。这些钱大部分拢是这个选举的是一挂政治的资助，一挂资金，哈、哦。当然，这是建立灰色地带，哈、哦。迄个时阵嘛，也无明确的这个政治现金化，所以这法官用这个计谋，讲叫陈志忠讲，你把遐钱拢汇转来，就会当把阿扁也放出来。那么，阵咱秘书长从美国方面的这个指令，吼啊，伊带我甲，我拢敢若五个去的款，吼，啊，我是其中一个。去到这个高雄市，迄阵做市员，好嘛，即马来做市员，地心洲，吼，这个我那全国性知名度真高的议员，去到伊服务处。伊甲讲，叫陈志忠钱卖阁回转来，因为迄阵已经回一外转来啊。咱比如讲，真明确甲讲，你若阁拢总甲回转来，同款阿扁也照乖，哦。啊，你若卖回，美国安生要甲恁，达因单价这家伙啊吼，大大细汉，拢像较早，美迄个菲律宾的这马克思同款。
规家伙要甲赞去美国，用无人机要甲赞去美国。啊，这个电议员吼，准啊，那安尼单个政治性命都拢无去啊！伊还佫咧想讲单个政治性命，你已经总统下令吗？你已经无权利保护你家己，连你的家人，你绝对你家己都保护袂起来，变哪佫保护你的家人？所以你的政治性命，你即摆还佫咧考虑，哦，甚至咱比如你嘛讲，陈志忠嘛唔好去选市员，选到绝对。用尽办法，哈、哦，一定要抓到，结果唔对，拢唔听，钱继续回转来，回转来，所以遐钱就变成啥，拄好叫做贱骨，对不对？这就是你贪污的证据。你若无贪污，你太回转来，人叫你回转，你就回转来，好、哦。啊，等于啊，去你选市员，无唔对，加者迄阵阿扁啊，后续的这个因家族的气势也袂歹，当然台湾人足愤慨讲。选到总统，还佫在管，伊个囡仔要选议员，当然佮支持，所以高票当选。但他要做半年嘛，就迄个用个理由佮抓落来，吼。好，另外一个头拄我来想做个回应，郝柏村伫即届旧年十月二九，哦，即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咧骂柯文哲讲是黄敏，欸这句话是对的呢，啊，真侪咱台湾人，皆先听到黄明足袂爽的，敢那咧抗议郝柏村，郝柏村讲了真对，咱台湾人，咱的爸爸妈妈那是日本时代大正还是教育出世的，咱包括咱的后代，拢总是日本人，咱是黄明，无唔对，黄明的后代无唔对，但你甲想讲郝柏村什么人，因什么身份？因是难民啊，咱黄民咱就高高在上啊。因是难民，咱无客气都在甲讲。那看人家讲因是难民，你离开你家的国土，离开你家的国家，走去别人的国家，咱大日本国台湾这块土地，因不是难民，不是啥。好，所以我今仔只在回应。好啊，那么那我今仔要讲这個主题是台湾主权地位探讨，哈、哦，而、啊、且因为台湾人真少咧探讨咱台湾的主权甲咱的地位，哈、哦，啊，那么我这资料咱从拢是咱秘书长所出的册内底所出的，哦，所列出来，包括一部分是民政府的官网啦，哈、哦，台湾海外网，啊，加自由时报、电子报，啊，这里拢原来在参考，哈、哦。那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本身哦，屏东高屏地区的这个马卡道族后裔哈，啊，我姓潘，啊，我伫初级班我拢会介绍讲，我这潘是素姓，住伫水边的番，哈，啊，咱免自卑，讲啊，咱原住民，无唔着85%进伫咱台湾，咱这的后代哈，拢是。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原住民的后代，咱是这块土地主人，咱免跟人客气，咱免讲讲讲番。啊，我若出去嘛，你若想着，你若上外课，拢知影讲外来的开始番，咱是在地，咱唔是番，咱只是被称为番。啊，其实因汉人咧讲番，就是拢外来的，啊，像一挂外来品种，啊，番石榴、番薯。哦、番茄，啊、哦，这拢是外来，啊，咱在地内咧用公番，啊、哦，这唔对嘛，哈、哦。那么咳咳过去，敢那天生有这个反对党的这个细胞，所以国民党伫我高中的时候要招我入党，我无爱，啊、哦，包括我去做兵，普陀长咧招我入党，我嘛无爱，因为我对国民党有很大的疑问。因为我定想讲，奇怪，我读初中的时候，迄老师开拢全是中国人，啊，讲话拢每一省的口音拢无同，我听拢听无。像我咧学电子学，啊，一个空军迄个学校的来教中国人，
讲的话我听拢无，我讲听啦。伊讲一句钱苦苦，你听有啥物物件无？钱苦苦啦。啊，讲平啊机，平啊机是啥？拢听无嘛？因为我听无，我相信你也听无。钱苦苦，或者真空管。啊，平啊机啥？变压器。边啊机哦，靠呀！我觉得他头哦，这真正误人子弟哦。拢伊个人在教人，绝对听无。啊，英语嘛讲到离了，我那英语老师嘛讲到离了啦。哦，所以我被牺牲的一代。好，那么中国人。拿来台湾做官，拢做主官、主官、主官、主官，副的拢台湾人。我了讲，糖厂的厂长，吼、哦，中国人。迄阵日本时代，日本蔗糖株式会社，迄阵拢请个台湾人，咧伫来咧斗做，吼、哦。当然日本的厂长，但是遐技术人员重要干部嘛是用作对咱本土的台湾人。那么中国人唔捌换过厂长，哦，派来就是做厂长。啊，咱的台湾人上过做上后做到副厂长，啊，副厂长甲要死，啊，厂长伫咧办公室冷气房内咧吹冷气，啊，吹了我那闲的款，出来视察。啊，伊过去出来看只，即马出来看看，哎。即女工还是查甫工咧种甘蔗，那会种伫沟底，那会甲甘蔗诶迄个一扎一个，即种甲下伫个沟底，哦，起来了吗？哦，都三二斤、五二斤的车啊！为什么种把那个甘蔗种在那个沟底里面？伊唔知影讲下伫个沟底是要饮水，沟底水咧饮做个饮吼，啊甘蔗你若。有一堵的水的钢筋的动硬，啊！等伊大个一个宽度差不多三尺宽了，吼、哦！伊本来是高压零顶啊，种零高内底，等发到三尺宽，卡个用犁甲砍土上面砍咧，安尼是毋是只去甘蔗就变已经种伫零顶啊？都毋是伫高底啊？然后有这个程序啊，出来乌白干咩啊？啊！咱台湾人许麻甲莫名其妙去拍。佫袂晓甲反应，就是讲啊，因咧拢高官咧吼，厂长出来，啊，但是不要开始大人，我呾开始了解讲啊，中国人遮笨手，毋捌计捌吼，啊，甚至有一个迄个派去哦，盐水风炮，盐水有无？咸迄咸水吼，拢、哦、放啊，遐嘛有一个盐水制糖厂。啊！这新派去，这厂长去到门口看了盐水制糖厂，哦，都唔个名，哦，妈的，这个日本鬼子真厉害，盐水也可以制糖，讲就是讲用咸水来做糖啊。我另外这中国朋友，唔捌坐过火车吼，唔捌看过火车吼，来这台湾讲做铁路局的副局长啦，哦，拢全这款的哈。啊，那么真侪故事讲。啊，唔捌看过自来水，嗯，看迄水船啊，安尼开咧水就出来吼。金光金店甲台湾人买这个水龙头，等于壁安尼挖一空就甲倒，开无水，提起堪五金店火。伊唔知影讲迄水龙头后壁爱倒水缸，他会为自来水厂来，啊，就三以为。国家的人来管咱一流的日本台湾人，绝对出代志，吼、哦！所以无偌久就一发事件，全台湾人反起来，吼、哦，啊，就发生一发事件，吼、哦。所以我作对这个国民党有选了英泰来这里，在咱头壳顶放债放着，吃台湾、啉台湾、用台湾，搁嫌咱台湾，哦，所以说我作愤慨，啊，我阵。都作想讲，啊，咱是战败国，按、啊、中国是战胜国。啊，那么我这边迄阵，感觉这边的同事就约讲，
咱后日啊吼，来考准员，准员的薪水跟一般的薪水加到三倍，吼，啊来国看，因为咱无开放观光，迄阵无咧开放观光，你要出国三条路，第一做留学生，哈，第二个就是你有相当的技术，吼，你有特殊的才能，外国公司会当甲你聘请出去外国。啊，过来就是做船员，即个管道。啊，我想想诶，我拄啊干那会当去做船员，开我都出国去求证讲，我若来日本，看日本即个战败国，看外面个比较看卖，看迄战败国呐。结果，阮三个去考干那，我考着，啊，受训了我，吼、哦，伫高雄接船，三天后去到日本，去日本。我跟他打了日本的国土哈，这个咱日本的母国国土，我就真正开始撮国民党啊！讲哦，我互你骗二十几年，好威胁啊！互你骗个做兵，好差不多二四岁。因为呐，去到日本，你看大行就足先进的，你感觉土脚足清气。哎、啊，日本人足有礼貌。啊，我要坐公车要入去起来哈，啊，迄、那个。台办哈，沿路你都看，就是讲，因咧厝拢看啊足整齐，天气线真好哈，空气也好。啊，那么路人有咧修理，咧修理路哦，啊有迄个三角锥，啊个有警示灯都咧设。迄阵咱以前也无安尼哦，所以讲我日本人只功夫。较早咱若路边咧修理这衫一堆沙，也无甲你做警告标志，介侪台湾人骑好多摆骑到来，才暗时啊无电话就弄起啊，啊就着伤，吼、哦，非死即伤啊。但是日本人迄阵就足有规矩啊，因日本的工人绝对戴安全帽、绑绑腿，吼、哦，啊做伊即马下班的时候，伊下班走涂骹清洁清洁，伊甲伊留落来都是拢。因为时间做老了，都是随休息的，所以我来讲，哦，日本人做代志，堪台湾人多。迄阵中国人来了，都拢清清菜菜啊。啊，你看，阮坐公车入去，过完差不多三点钟，阁倒来是，工地修理好啊。无像迄当时台湾一个工地，你看一礼拜啊，阁迄堆沙哩啊，啊，无咧做，甲成讲下愈久，因会当领愈侪钱安尼啦。我迄阵是真正官商勾结啦，迄一个工课都一工两工的许，伊都爱拖一礼拜、两礼拜，吼。好啊，所以为迄个我确定讲，国民党骗咱台湾人骗真济，所以过来东华时代，吼，美丽岛迄阵杂志社开播时，吼，我嘛，迄阵杂志社我拢买，吼，我还阁保留两本，吼，第一册甲。第三车款我还有留落。那么，美丽岛杂志社出来就是开始东华运动开始哈。啊，我那开始有党外有一个政团。那么迄阵台湾人开始为啊开始渐渐觉醒，吼、哦，真可惜，比得到事件随发生，因为蒋经国知影讲，这个政团哪有切开对国民党。有真大的杀伤力，因为因拢用杂志，四个用办杂志，逐个月有发行杂志，啊，佮办演讲，迄阵的演讲吼，袂使讲人山人海，啊，我迄阵伫台北，我嘛去听康宁祥的演讲，吼，啊，佮林志林嘉诚因遮吼，真侪拢是用啊教授级的，所以迄阵互我启蒙也真大。啊，所以过来民进党一个成立，啊，我就随加入吧。啊，准备加入，嘛是风声鹤唳。啊，做者朋友来甲我讲，哎，潘阿你咧笑，因为我今仔要细汉，要不要惊到要抱咧？啊，你是按种无惊要嫁人起来哦？啊，但我迄阵就想讲，啊，这款背骨头，你甲我讲，我是。真欢喜讲你关心我，但是我一定要加入
团队。你我靠我家己啦，绝对无这个能力赢得国民党。那要赢得国民党，哦，爱大家合作来个赢得哈。结果，民进党来到这个徐明德、甲柯信良、柯信良，伊两个做党主席，哇，好好够失望。啊，那个，那个吴信介，吼、哦，这个我来做配合的。伊迄阵民进党无钱，伊嘛是家己卖厝、卖土地，安尼支持民进党的开销，吼、哦，所以。这个新界先呢，吼、哦，我拢个叫新界先呢。有加一个先呢，就是受人尊敬。哦，都像讲定位先呢，吼、哦，你定位，哦，这都是有受人尊敬。台湾人那个尊敬的人，拢会叫一个先呢。好、哦，啊，就是讲以后靠地位，啊，靠经验，哈、哦，拢会个叫做先呢。啊，这个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啊，徐明德讲要从啥，看。国民党要和和解咖啡，啊，要金马撤军有无？啊，当时阵我的观念唔对，就是讲金门妈祖咱的吼、哦，台澎金马，咱常咧讲台澎金马。啊，当然金马知影讲金门妈祖是中国人的，迄因国共内战要安怎去抢因两块岛，迄因岛的代志，跟咱无关的。所以咱台湾民众要决定，迄金门妈祖吼，啊，别别出去啊，啊，卖不掉来背台湾人就对了。哦，啊，所以。这个要啉好一个咖啡，这个、我绝对啉袂落。因呐，你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你国民党台死咱台湾人的精英二八事件，台死要三万个，伊无甲咱赔偿，无甲咱回失的，咱去堪咪咧啉啥物咖啡？哦，所以这点我做无谅解。啊，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甲咱台湾人的资金、技术、管理的方式。拢去啊！中国人教因个啊，生产同款的物件，回销台湾来，伫国际上可能竞争，吼、哦，对咱台湾相当的不利嘛。哦，所以我主安尼因两个做当主了，我阵冷的、生的，讲啊，这国民、这民进党完了无三小路用。哦，所以我阵渐渐就离开，无参加因的活动。我无几年，佮看到哎。有一个党个成立，哦，目标非常明确，看我做，我听了够爽，叫做建国党，哦，这足明确，目标明确，就是台湾要建国。啊，我阵原来算受到过去民进党、民进党杂志社这洗礼吼，这洗脑，我出来阵拿出大刀派了对吧？啊，这看咱今麦咧讲这已经无下，迄阵咱无了解讲台湾建老，虽然建老。被放弃，但是放弃不代表主权有移转。台湾偏我这块土地，还阁是本天皇的，吼、哦。所以，这个建国党成立我那随加加入，但是真可惜，台湾两年后，所以哦，因为民进党甲渗透，用人头党员一千个甲加入去，吼、哦，啊，定选这些干部，规个甲变，所以。建国党本来取很高呢，取高不一定的合格。迄阵建国党的成员就是这個，看到大概杨英这个，李正元哈、哦、教授领军来成立，啊，遮拢做侪拢是医生，拢教授，拢师资辈啦，拢老师啦、教师哈、哦，啊，医师、律师、建筑师、工程师，拢师资辈，水准非常高。我即个写论著伫报纸、杂志咧写文章，拢写个哦，真精彩安尼。可惜，即个干部民进党个选到点解选落，拢直变拢民进党个人去选着。啊，所以民进党伫个个渗透里面直变了，建国党煞无法度发挥他的作为。其实民进党有伊个私心。因为伊惊讲，哦，这个遮水准遮悬的，这个建国党然后继续安尼做大了，我民进党就生袂落呀。所以，甲渗透、甲质变、甲破、搞破坏，啊，这就代表民进党无甲咱台湾人的前途摆第一位。伊袂晓讲，含
建国党来合作，因为这四字辈人拢较文，唔是武的。你可以写文章去讲论述，啊，你堪伊配合伊的论述，你要行街头运动也好，行议会路线，拢来堪伊配合，安尼相辅相成。结果为了伊的私心，为了要甲建国党持有袂大汉，甲持有掉咧，来壮大伊民进党家己。结果咧，你即马刚好看到民进党有法度写啥物卡？像秘书长这款论述，伊敢写会出来？无半个。民进党这高人，特别加加的要写文章，就写输咱秘书长。好、哦，咱秘书他个足清晰的，伊有法到美国提供遐资料，安尼，甲爬出一挂精华出来，重点甲列出来。好、哦，啊，这就是咱今仔大家上课拢头咧上一下论述哈、哦。那么，伫我。建国党迄个民进党甲消灭了吼，即卖已经这个党建国党无啥物咧运作啊，运作啊哈。啊，我讲有魂无体啊，啊，这个魂都毋知要飘去底啊，所以自我放逐。啊，我就讲啦，从家己咧境外求啊哈，啊，就规划足单纯，好足。迄阵生活上好过，你会使讲安尼讲。足清晰咩？啊，都有一天我去病院，甲阮爸爸摕慢签吼，高血压药啊。啊，咧等药的时候，我《自由时报》猛看，哎，看有一角，有哦，有这个图啦。嗯，那个血压药我看无这什么意思。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伫高雄市5151号。就是高雄市本来咧做捷运，迄、那个中正地下道崩去，啊，我袂当阁行下，即马改行电管的变道，临时的变道，啊，开始看了有这张机械图，啊，我看迄个五路一号吼，迄、那个三角窗路边菜十几支拢足大支的吼，拢一大支十几支，嗯哦，这。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哎，我迄阵是安尼个想。啊，伊讲我看了报纸，哎呦，我靠，完了，这个啊，电话秘书长讲，伊每一工拜一到拜六，10点到12点，伫这个电台咧演讲。吼、哦，啊，我就甲转落去听，哎呦，一听了过吓呢，讲拢咧讲台湾的主权地位呢，吼、哦，啊，讲迄个拜六。7点，伫这个黄昏市场目标广场有演讲，我走去听。啊，去到大家拢分一支这款机啊，设计机啊。啊，迄阵苏南成，伊这个，迄阵秘书长去高雄市选高雄市市长，啊，苏南成较早台南市长，做伊个总干事，好吗？做算较支持啦吼，做伊个军书。啊，结果苏南成做头前讲，哦，那真精彩。好，就咱秘书长去哩讲，我第一个听，我就讲，好，足久无听了，像淡水边迄款气势，哦，伊咧讲，含淡水边安尼，迄、那个气势同款安尼，哦，足热嘞。我本来规个对政治拢冷意，有迄天迄个秘书长佫插一开，迄开又插一个热开呢，烧39度，甲真阿袂退烧。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哦、所以我也说你们来这里上课不一定要像我这样那么烧、哦、起码也说38.5度、哦啊、大家做来为台湾来打拼、哦、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入主题、哦、再来看我们台湾主权地位现况、哦、我们再简单做一个这个1945年9月7日，啊，日本的东京湾，啊，举行这个日本投降典礼，哈，啊，迄天麦克阿瑟发布1号命令，啊，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配合，哦、啊，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和缴械，啊，啊，代表盟军来占领台湾，这个是有一个合法的命令，啊。但是1949年12月，吼、哦，国共内战，
国民党输大败退，哎，人家是叫做武装难民，我都在讲难民，但是伊阁加一个武装。一般难民，那要走去别个国家寻求政治庇护，是爱作低声下气的，袂使扎武器。你到你若到边界武器都用缴械啊！你要入来，我给你保下来，武器先交来缴械哈。但是因来唔是呢，因来遮是规个武装来排刀排枪来飞行机啊。派过来，嘛，飞行机无阿多派啦，塞过来哈。非法入侵台澎，偷渡阿家蒋介石的部队来，一批，哈，迄一两千人嘿哦，这合法哦，这有就这命令来，这合法。但是这批是非法入侵台澎，佮炸武器的吧？这是美国迄阵基于人道精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无只个百几万人，只武装的只人。你若无过来，伫那伫中国迄边，等于要共产党个台死啊！啊，因兵荒马乱哈，所有船拢一定驶，拢只能驶驶离开中国啊！啊，大部分拢迄阵拢照蒋介石个指示吼，撤退去台湾来。其实美国迄阵有下令讲，你蒋介石你袂使来台湾，你一定驶去广州。但你广州都收不掉，所以只有拢走走为台湾来哈，所以这是一个非法入侵台湾，这无经过合法程序哈。啊，你来看，那外国的难民安怎？你来看这2013年八月二日，叙利亚难民抵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是 UN 哈，联合国救难总署因所搭的帐篷，难民营是安尼呢？这不是难民营，哈、啊！而且在这个叙利亚难民招来隔壁国家叫做伊拉克，这库尔德斯坦哈，库尔德斯坦这个所在，你要注意看，这看到安尼古奥古草哈、啊。但是这些难民来台湾了，咱台湾人都要起足大哈、啊。这全世界上豪华的难民伫北高梁市，啊，咱来甲看，这台北市。大安区的大安森林公园边啊，这个是建国高架南北高架桥，建国南北路的高架。右边这边是大安森林公园，啊，万几平的这个公园，这边起这，较早这边这难民营是给出来乌鸦厝，像日本时代宿舍迄款乌鸦厝，旧了，咱得阁起第二边，起好大。那么在高雄市，这个左营哈，这个翠华路啦哈，翠华路会当套去高铁，这离高铁无近。你看，因有遮水，这嘛是较早是基础啊，拱掉，完了佫起第二间大楼大，啊，遮有万平的这个草坪，会当互因的中国人啊，中国人的后代伫遮耍。啊，你也想，因拢甲咱骗讲。我们功劳很大呢，我们来保卫台湾，看到鬼，咱也无甲接收人家难民，看人家难民要走一队，所以有人咧讲，最近二八事件吼，有人咧有遐中国人咧讲，那无蒋介石来吼，无阮这蒋介石派来带来这军民来过台湾，吼、哦，台湾这个阿公阿退呀，我讲。我告诉你，恩将仇报，我甲恁收留，你阁嫌冤，阁讲是正讲咧保护台湾的是美国第七舰队啦，唔是蒋介石的部队啦，蒋介石部队也是受美国第七舰队保护的。我伊甲恁骗讲吼，伊拢徛的兵拢咧过台湾，你徛的兵，你那无阮是大人，阮爸爸妈妈布条啊，生产稻米来互恁食。恁无饭通食，恁外边三工卖食，你脚都软脚，你是要安怎徛外边？哦，啊，照讲你若平民，若讲当作讲共一个国家，唔着卖分，因着做农民，哦，因着做农民，啊，阮爸爸做农民，哎，因是介共，但是这个接受的这个享受的这个福利天差地远，
因咱在台湾人爱厝起两间好大，啊，阮家的厝，阮爸爸妈妈要起的厝，爱家己趁钱去买钢筋、水泥、砖啊来起。阮的厝，阮家己起的。好，我住过阮两间厝，一间是下厝，好，过来就起楼啊，好，拢阮爸爸妈妈家己起的，好。过来，咱来看2006年，咱秘书长哈，庄国荣局长是先怎提出控免？美国华为联邦法院判定五项，啊，这拄啊秘书长有念过啊，啊，咱复习一下好啊，哈，好，啊，我那好无上初级班的，小影一下哈。我读一下，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照讲这干那第一条，全台湾爱大震动啊，结果国民党全面封锁。一百个内底可能差不多两个台湾人知影，啊，台湾人你都知影讲半皮半皮，啊，无国籍就无国籍，啊，起码我即马都有中华民国国籍，哦，伊竟然安尼嘛欢喜个吼，嘛无解着，无反应。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即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吼，剩22个小朋友国家用钱买来的，你甲支持的，吼。本土台湾人也活在政治联合当中，咱台湾人去跟中国人咧参加因中国人的选举，吼、哦，我常咧讲，天龙国，或者帝国，帝国咧选帝王，啊，因拢讲咱是日本教嘛，无要紧，好，咱教去跟帝咧选帝王，是咧选什么意思？哦，这唔对啦，哈、哦，都头拄啊，咱秘书长讲的，吼、哦。我爸爸妈妈都日本人，啊，那读中讲我日本教啊，我爸爸妈妈讲教好啦，我爸爸妈妈这两只教，他会生我这只中国弟出来，不奇怪，我、哦、这都不符合这个道理嘛哈、哦。台湾还佫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哈、哦，只是今麦伊委托中华民国，哈、哦，今麦改做台湾地理当局继续来跟咱通知，哈、哦。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个关口，就是咱只本土台湾人，吼、哦，好 ，OK。那么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也好，法律也是宣言，伊的位阶，咱来甲做一个比较。好、哦，来，1895年，吼、哦，4月17日下关条约，就是嘛，因中国人咧讲个马关条约。过来第二个，1952年4月1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两个是上重要的国际条约，对咱台湾甲澎湖地位有相当的影响哈。但是美国人为着伊的利益，伊拢甲旧金山合约藏起来，砍的拢不爱讲，硬讲就敢那要讲台湾关系法。哈，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哈。搁一个台北合约，台北合约伊的母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伊的母约。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在4月18日生效迄日讲，在美国的强烈主导甲要求之下，要求日本爱跟伫台北流亡，即马走来伫台北这个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这个蒋介石政权来签这个台北合约啊。但是日华台北合约在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迄间阿公啊建交而失效啊，所以台北合约已经无效呀。免阁讲啊，但是即马马英九若大概若到4月18日啊，伊就阁提讲台湾澎湖因为台北合约已经哎割让哈、哦、给中华民国啊、哦，主权已经移转给中华民国安尼，这种用这个眼片啊，过去用这个开罗宣言嘛哈。哦过来，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人民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跟台北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断交，所以美国佫创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好、哦、来接续头拄仔咧讲的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哈、哦，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好，啊，这位阶为电网这两个相关，过来这个石头好免讲啊，这个。是美国国内法，过来这个开罗宣言，
这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因为迄阵是一个政治主张，而且迄阵这三巨头拢无签名。开罗宣言本来斯大林美国邀请，但是斯大林听了讲蒋介石要来，伊袂愿参加。所以丘吉尔一日听到罗斯福讲战后要甲台湾配合，佮交登予中华民国蒋介石的事，丘吉尔无答应，所以伊也袂愿签名。所以迄开罗宣言、开罗新闻公报无人签名。那么到底没人签名的有效还是没有？其实是有效，你后面的人是说出来就遵守了，压过手就遵守了，不一定要签名。他们受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育的所教习下来，他们很这些信仰很重要，说出来就遵守了，所以他们都说好就诚实。所以现在美国总统来就任，拢爱守按圣经就抓，就是讲要拢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所以是本来是有效，啊，不然现在它无效，就是因为迄阵当时美国有一个条件，讲将来战后，甲日本打败了，台湾偏哦要还予你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袂使对外扩张领土，结果1950年6月25日。发生南北韩战争，就是中国对外侵略。所以1950年6月25日韩战一个爆发，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就随宣布台湾海峡地位中立化，随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就是也不要阿强也打过来，也不要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韩战本来可以说他救了蒋介石，救了中华民国。我本来美国已经要放弃蒋介石，准备派兵要重新占领台湾澎湖，啊，但是发生韩战爆发，美国为了要防堵共产主义对外扩张，所以开始用防堵政策，开始第一岛链固定起来，哈。哦，头拄啊，这个咱就知影讲，若要讲台湾平和的主管地位，就爱看这两项得啊。村的这龙头无效啊，台北会无效去啊。台湾关系法这是对中国人较好啊，对咱台湾人较无好。啊，美国甲中华民国拢作爱提这个台湾关系法咧讲，用这个咧管台湾。其实台湾的主权地位，根据下关条约，台湾朋友要个日本天皇的土地，但因为战败被这个就真的会哈。规定讲要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日本天皇袂使去插台湾的代志，所以台湾的代志基本是拢美国占领家咧插，啊，中华民国拢爱听美国的，啊。好啊，咱来看台湾主权的分帖，啊，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一项，啊，的规定而丧失国家交战权，就是宣战权，啊，日本袂当去发动战争。这个和平宪法是麦克阿瑟给修改哈，而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啊，那无美国的要求哦，未使防卫台湾。好，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在美国同意之下，才得以被动来履行其国防方面之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之法源依据啊。这美日安保条约就包括台湾朋友。过去以前拢无写清楚，吼，拢无讲有跟台湾有关系。但是尾仔阿强愈来愈强起来了，因修改美日安保条约讲，周边有事，伊用较模糊的，周边有事，吼，就日本就爱出兵斗三江，吼。所谓周边有事，这足模糊的，啊，意思就是讲，只要有影响到日本台湾的安全，日本拢来配合美国来保护台湾，但是要被动，他只能被动履行，啊，在美国有邀请，啊，这是美日安保条约正式日本对台湾尚保有主权义务之具体事证，哈，
美日安保体系之周边有事及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啊，那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啊。这美日安保条约就讲，你不能，你阿强去打美国，日本用来支援来对抗中国。那么阿强来去打日本，美国买支援日本来打中国啊。那来这节小结论，哈、哦，台湾将要得为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啊、哦，美国军事占领，啊、哦，啊，委托中华民国，这个台湾地理当局来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啊，我们简称美占，啊、哦，好，好，那么咱过来看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啊、哦，咱来看 AIT 内湖新馆的意义。AIT 这个地带哦，金茂路100号，占地到要2万坪哦，差不多台湾加工或者差不多7家的，开差不多62亿新台币，这是全世界上贵的日本嘛，美国地外国所起的这个馆舍哈、哦。那么，那要讲大，伊拉克迄个上大，哦，因为伊拉克，你知影因咧。伊斯兰回教的这个激进派，因不是用汽车炸弹，安尼，甲你冲入去你的建筑部，甲你炸掉，哈、哦。所以因呢，伊拉克的大使馆占地足宽，啊路要入袂路，甲你做弯弯翘翘，无法度让你直线加速，甲你冲入去，哈、哦。啊有外围区、内中卫区、内卫区，哦，再过掉。那么，伊这个内湖这个新的 AIT。内底建材拢从美国进口入来建材，哈、哦，而且迄工人，哈、哦、嘛为美国派来，底下咧起咧建造的拢美国人，哈、哦。台湾的工人敢那拢伫外围做围墙，这个无重要，这个设施，啊、哦。所以你看伊咧起的时候，拢顶管拢看磅布，无有你知影讲伊内底咧安啥物设备，哦，咧做啥物工过，哈、哦。啊，这是完工的示意图哈、哦。啊，你看一个大使馆用个遐大，进伫台湾有起这款馆舍的外国国家，除了美国，其他的国家来台湾设领事馆，然后设这个大使馆，拢用租的哈、哦。好，那么伊这块地，伫阿扁啊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就租起来。那阵是用这个福尔摩沙基金会租哈、哦，租期99年到99年，等于200年，差不多198年后，那满会当阁续租，哦，啊，这差不多变美国个啊，哈、哦。你拄啊讲迄个古巴的这个关达纳摩湾迄个基地同款，哈、哦，拢99年，完工了，会进驻800名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哈、哦。这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这就是正港的美国军事占领的总督要入来啊！好、哦，咱台湾那阵刚好战争都说，哈、哦，签下关条的，日本是派总督来管台湾，哈、哦，那是因为台湾那阵是美日本的占领地啊，哈、哦。啊，这根本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一个。防卫、通讯、电站的指挥中心呐、啊，这个新竹的乐山基地，哈、哦，这迄阵阿扁来的时阵，就编300个代表来去，无唔对，台湾人爱付这个税金去支援这300个，所以，但是这个阿扁啊落任，迄个我马上叫算起哩，好、哦，下顶两算无对。美国虽要求讲新竹乐山这个普鲁爪雷达基地，这个是上先进的哈，伊的这个征收范围，今日当3000公里，这当征收一个中国的内蒙古，哦，包括北韩咧发射伊的大浦洞飞弹，拢征收会到，哦，诶，铁渣征收这个情报资料，铁渣差不多7分钟，和台湾空军会当铁渣防卫，还是这个。这个飞弹基地也这样铁渣防卫哈、哦，阿强那边飞行机有啥物
动作，还是因为部队咧调动，迄、那个普鲁爪雷达拢随知啊。但是这个马英九算到了，美国随讲，哎，啊，这个普鲁爪雷达这个基地，爱个对个差不多100亿个预算，是呐？美国对马英九无信任，讲爱个开到100亿来做一挂防卫、防火墙这个工作，袂使这個、一挂机密泄露出来哈。这个最近这几年，奥巴马常在讲美国要重返亚洲，有无？咱常在听讲重返亚洲，要重返对？啊，美国已经伫琉球后加州那空军基地哦，啊，伫日本本土毛佐世保海军基地有无？哦，有真侪美军的基地，韩国也有啊。你别个要登来亚洲，要登去对？就是登来台湾嘛。清泉岗空军基地又重新启用嘛？哦啊，这个、AIT 这个新的这个新馆哈、哦，这个新的总督府，这个指挥中心开始启用嘛？哈、哦，啊，你也想，中华民国伫大直地区，伫个山内底布置的这个指挥中心嘛？哈、哦，啊，将来美国接管嘛。好，过来咱来看防御性公投。阿扁也伫2004年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而且公投的内容首先要有美方看过，美国爱看过，是安怎拢唔免让英国、法国、其他国家看，独独得爱让美国看。阿扁啊，迄阵拢要讲公投，拢去让美国制止啊，因为这都打了美国红线，美国知影讲台湾人读个无清楚。60几年来，迄个国民党洗脑，拢变作中国人，一半以上拢变中国人。你若公投落，一定输的。所以美国拢挡不好阿扁也办公投。但是阿扁也读过安尼袂歹，伊就调工创一个名叫做防御性公投。台湾要甲你创一挂新的武器来防御台湾甲朋友，安煞袂使。啊，美国真正若找无啥物好的理由甲挡，所以迄个公投绑大选。美国看官找无理由甲反对，好，所以准我呐开放予公投绑大选，但是迄个防御性公投嘛无过，哈。不只呐，你来看来讲，美国对台湾地理当局、事事行行拢有咧操控，哈。过来，咱来看台湾有咱美军得来驰援，啊，2009年贝尔铁别莫拉克风灾。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讲，无接受外国的救援，讲人钱来就好啊，人唔免来。啊，你看这个人偌爱钱，哦，佮讲甲讲伊拢偌清廉，哦，最近拢咧查讲伊有摕定薪，哦，讲摕2亿，我看唔拿2亿啦，20亿看较差不多啦，因为伊互定薪遐个好康的吼。哦哇，超过200亿，啊，抽一成，差不多20亿，差不多，哈、哦。以阵马英九有意思动外国人来，有意思买予中国解放军入来，借这个机会入来，啊，这予解放军入来，哇，请神容易送神难，予入来差不多唔走啊，你麻台湾就麻烦啦。但是美国嘛唔是空的，唔是笑的，哈、哦。美国伫台湾有布置2000几个工作人员。美国谁知啊？哦，美国出兵哦，美国的国防部谁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啊，这美国国防部跟中华民国的这个救援单位，哦，来讲讲，甲中华民国，我国防部要去救灾，好、哦，啊，恁台湾呢？这个救援单位、对火单位就是我美国国防部。哎，这奇怪，美国若要对外救援，因有一个美国救援总署啊。啊，那这个是军方出兵，那唔是咧美国救援总署咧出兵。原来台湾就是美国军署占领地，当然是由军方的国防部派军机、军舰。好、哦，另外这位琉球的美国美军的基地。派这只 C
G13立式型，吼，这做偌只运输机，这内底拢会当低了，伊这翕的角度安尼，所以讲它肥肥短短，其实做偌只，会在内底当载舰车。这我较早阮伫潮州这个审讯中心遮吼，不是迄阵美军阿袂撤离台湾，美国那咧演习，咧演习舰车为无人机后壁放几个当拖舰车出来。我等了拖架，跟他小块跌宕。我迄阵底下树正看到，遮大只，因遮无人机入来，唔免台湾的这所谓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战管中心吼，唔免伊同意，伊发来就要来。这都我咧管的，我当时要来，啊，随在伊的哈。而且佫派这个。军舰停伫台南外海，吼、哦、啊！伊这个超级种马调这个鲁托机啦，吼、哦、啊！怪兽入来伫台南的空军基地，吼、哦，这拢美军这军机呢？哦，你来看军机拢差不多插这个这款色的啦，乌线安尼，吼、哦！啊，你也想军机敢会当随便入去人的国家？如果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敢袂当予人随便入来？一般拢嘛是民航的民航机入来呢。哦，你讲美国救援总署若要来救灾，嘛是开一个民航机来，无人咧开军机来。就是美国军政府、美国国防部派即个军机哈，甲、哦、军舰来哈、哦。这会当印证讲，美国也阁是旧金山和平条第23条诶，讲伊是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权国。有一个主要，那么中华民国就叫做次要占领全国，好，因为以前是盟，跟美国，中华民国跟美国是盟军的关系了，哈。你会记，大概两年前，土耳其有只战斗机，哈，不小心可能误触这个航那个领空啊，叙利亚领空，导致叙利亚用飞弹给射了。嘿，是不是有入去？还有通飞嘞？因为迄战斗机速度太紧，可能伫迄个模糊地带，叙利亚飞弹甲射去啊！啊，即马即头拄仔你看的飞行机，直接拢驶入去到台南空军基地。啊，你就知影讲，那毋是美国是一个老大哥吼，即细汉嘞，看我那飞弹就甲射落来吼。那么2012年5月20日，美国军机搁再一次降落伫台湾哈，啊，这是波音是737改美国行政专机哈，空军的行政专机。啊，伊讲是载什么人？哈，美国派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哈，罗斯雷廷纳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登基典礼。即马底下。你坐迄个叫做局长尔啦，伫美国来看，台湾伫你当局的局长啦。吼、哦，啊，你个怎？迄、那个登基典礼是迄个在啊、哦、10点，但是因下晡才来，代表啥意思？美国根本就甲你看做细汉的。你若咧娶新妇、咧嫁祖囝，啊，请中道的，啊，人客下暗才来，还是下晡才来？你个安尼个，你个，你就知影讲，你美国，嘛，你马英九伫美国咧个看，你真正细汉嘞。我叫你行东，你来行东；叫你行西，你来行西；叫你做啥，你来做啥。哈、哦，所以会知讲无介生意啦，哈、哦。好，过来，美国撤侨，你把台湾，美国个自治海关，2011年3月在日本发生大地震海啸。发生福岛核灾，好，美国伫3月18日撤侨来台湾，啊，中国上惊死，伊上大声撤侨，一个发生核灾，伊就随撤侨转因中国，法国嘛撤侨去因个欧洲法国领土吼，啊，有一部分撤去南韩。那么你来看，伫桃园机场，这个 AIT 的背景你有看 ，AIT 美国在台协会，前几天就随宣布。停止所有的美签，美国签字拢停，所有
美国在台协会人去汤机场设海关，吼，家己设海关底下咧，你验证因这个美国的国民，吼，公民要入来台湾避难，迄阵嘛有一架飞机直接飞去这个清泉岗基地，迄阵记者都随声就得到消息讲，应该有400几个人要撤离吧。啊！台中遐个一挂饭大饭店，要房间拢由美国甲订了了。啊！结果伊伫遐有300几个落机，伊停都是台中，迄只飞行机佫飞来桃园机场。啊！落来他从90几个，伊讲啊，撤退人无遐济啦，90几个啦。其实记者毋知讲，人已经先飞台中落一堆人落去啦。美国呢，想讲要较低调嘞，哈。那么现在美国要撤侨入来，啊，无要就近撤去个美属关岛，还是夏威夷，更能出来台湾。啊，美国 AIT 禁止台湾国际桃园的国际机场来自设海关，好、啊。这是因为海关是国家主权的形式的象征。流氓警卫海关欲握有非拥有，啊、哦！你要注意哦，这个国家主权的行使中，你若要去人个国家，比如咱要去美国，你一定爱伫美国住在台湾的一个领事馆、大使馆，还是 AIT 这款的，你要去个申请签证准落来，你才会要根据这个签证，包括你的护照去到美国，到美国海关验关的时候，甲你看哦，你有我。美国大使馆的领事馆啊 ，AIT 合法核准的签证，安尼好你入去。那无你是别在里面的。哦，这是一个主权的行使的象征。好，流氓中华民国境外海关都得握有，好、哦，你要注意，握有呢，非拥有台湾主权之美国，台湾这个主权，这个领土主权，这个刚才讲所有权证，等于美国手里，但是无过哦。这个收款证定个是日本天皇，哈、哦，定安尼意思。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你来记，只是暂时迄个接管尔，哈、哦，敢那戴阿里个手里。这个流氓政府海关欲握有非拥有台湾主权之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哈、哦。一开始香港逃给啊。所以我后壁讲，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对吧？你若讲中华民国海关搁咧甲美国的公民咧甲审伊这个伊的护照，这个不成体统啊！哦，就等于讲，比如讲咱若回来到咱家到门口，咱是毋是锁匙夹咧？开门特别入去啊？咱敢得去问迄只咱饲的一只狗哥哥，我要入去敢袂使？免嘛。看门狗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美国派伫台湾咧替伊顾台湾朋友。好，过来咱来看2010年10月2日，美国一只空中加油机 KC-135。降落伫台湾的松山空军基地，就有内幕。迄阵记者去问 AIT 的人 ，AIT 甲回答讲：，无啦，阮都 AIT 有一个官员的囡仔，红孩啊，破病，阮用飞行机要甲载去日本治疗。而咱台湾的龙总、台大，这世界原来拢真 top 的医疗团队。无在调伊一个囡仔吗？这敢咱增效诶？这敢咱讲，一个囡仔破病，啊，照讲来讲足紧急诶，是毋是叫救护车落啊？结果毋是讲叫一只游览车，要载这个囡仔要去病，这不合理嘛？这有内幕，就是其实迄个时阵，美国要重返亚洲。美国将来若台湾有发生什么代志，阿强啊，即马讲因武力愈来愈强，美国我那事先拢开始咧准备。那么伊要重返亚洲，
将来一定有一挂重装备要入来，这重装备一定用头拄啊迄款即个力士型 C-13 栋的运输机运入来。那么 C-13栋运输机要输即只重量，嚯、哦，即只安尼肥肥个足偌只，迄油那底个底里偌重，你知影？吼、哦，所以用即只来去香山机场的跑道下坎顶的，而且嘛要去香山机场的跑道。要起降爱偌长的空间，吼、哦！伊要落来，咱一般无人机要起飞，爱逆风起飞；要降落嘛是逆风降落，安尼跑道的刹车的距离会较短，因为有风阻逆向嘛，哦，赶忙小小转。安尼若要起飞嘛，爱小转风，无人机较赶紧，伫真短时间就飞起来。但是伊要降落落来，伊建是顺风降落，顺风降落个风甲你塞，本来100公尺就冻会条，可能要冻一个120公尺，甚至较长。啊，若冻无好，就冲出跑道。美国咧掠这个参数，所以降落顺风降落，要起飞嘛顺风起飞。你掠讲顺风在情形上歹的状况下，要拖外长较飞起，袂去弄到围墙。美国派这只，美国派这只是咧掠这个参数哈。我大概，我伫屏东拢好些好些，啊来遮，来遮就感觉叫做冷诶，好，啊我就自己玩的，开始跟猫，尤其最近拢有咧蛮害个，初级班我咧讲诶，沙尘暴啦蛮害，哦我足敏感诶。所以我对这寒流也好啦，沙尘暴吼，我拢足感冒。好，过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第二条，美籍六甲伊个事由规定讲，维持美国个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个行动。这条就是美军保护台湾个法律依据。就是有这条，连咱台湾人来讲，哦，台湾管制法拢咧保护台湾诶，无毋对，这是其中之一啊。你阁免这个台湾管制啊，你干那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军就是爱主动来维护台湾诶国防，台湾诶国防是美军爱负责任诶，好。你讲迄阵当时日本本土。啊！就琉球迄个美军占领时，日本人敢爱去做兵？日本人敢爱甲你买武器？唔免嘞！美国你是占领者，你爱负责即个日本的安全嘞。好、哦，啊，因为台湾是佫高一层，美国佫委托蒋介石来代替伊占领，所以国共内战了，因撤退来台湾了，伊知影讲，若敢若要靠。因中国军吼守台湾守袂掉，所以伊希望台湾人我拿来做兵，做伙来顾台湾甲朋友，做伙来保护因中国人，对吧？我咧讲，古林头战役就是咱台湾军配合日本的将官，甲金门马祖守起来，唔是因中国人守起来呢。中国遐大地都碰见啊，都拍输走甲为金门马祖啊，佫走去台湾啦。你讲伊？那敢那单纯靠因中国人要守迄两地守袂掉，好佳哉咱台湾军，吼、哦、去派一师去啊斗守，吼、哦，拢台湾军咧战，因为台湾军要日本将军，台湾军唔知影讲什么叫做投降，吼、哦，日本人无咧投降啊，甘愿自杀，吼、哦，所以咱的战斗力，咱的士气，台湾军的战斗力甲士气，有法度准甲阿强啊。大海来金门，要拍金门，即个中国军吼，甲拍败吼。这条嘛是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义务，伊就是占领全国，伊才有权利来定这个台湾管制法。哦，拢唔免经过咱台湾人答应，哦，还是伊咧定台湾管制法，嘛无招咱台湾人做去，伫美国咧拟定无，
因伫美国家己拟定好，参众议院高票通过，都来台湾实施啊！啊，好，啊，你来看，1996年台海危机哈，迄阵阿强啊，卖两个禁制区，基隆外海甲高雄外海，卖一个禁制区，作为飞联机船啊，拢袂再通过那个地区，因为伊要抢社会单。啊，你来我写到你加税，等于敢封锁台湾的。上重要的两个进出口的港口，这代志足大条呢。好，迄阵咧是美国的代表是烦恼到不知道，敲电话转来问台湾的这亲人，恁想办法赶紧机票买来离开台湾啊！台湾要战争啊，阿强啊要拍啊！哦，迄阵代表是紧张噶，啊，但迄阵大部分台湾人是较老神在在，唔单止，啊，就讲人来就巩固啊吼，大家就麻痹麻痹，啊，要拍来无要紧，安尼就对啊。哎、啊、个，啊，照讲这偌严重，因为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干那32%，甲34%，那丰收、风调雨顺、丰收，咱有34%的这个自给率。啊，那像即马安尼哦，欠水哦，要烧光哦，咱台湾剩32%呢，足危险的。咱的战备粮，那吃完，咱战备粮头半年，这半年咱的粮食也吃完。本来咱一天吃三顿哦，啊，即马外国进口的物件，无多几百，咱剩的量吃一顿，你差不多32%、34%，三分之一呢。咱本来吃三顿，你要剩吃一顿，哇，台湾人都腰个话都那内乱啊，好、哦。那以前日本时代可能袂啦，那受日本教，但是迄个中国人来遮教了吼，连台湾人往那开始学中国人自私自利、无公德心的经营下，我相信。我呢，南北战争，好、哦。美国克林顿总统无经过咱台湾人个要求，伊主动就爱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入台湾，派一架独立号，一架叫做尼米兹号，好、哦，来过台湾。好、哦，啊，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伊爱依照台湾关系法有权来派兵，伊若无依照台湾关系法吼，伊等到。渎职哦，哈、哦！美国司法部门的追究，哈、哦！啊，这是一阵1996年台海危机的是美国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哈、哦，塞来台湾，哈、哦，来保护台湾，哈、哦。好，这边来塞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这要开足侪钱呢？这不是塞来只远足来，还是来花莲看迄海豚呢？这要开足侪钱呢？唔免咱家要求。伊家己爱派嘞，这就代表讲，台以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台湾闹危险，有可能发生战争，美国国防部赶紧就爱要求美国总统核准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哈、哦，阿强啊，看了美国塞这两架来，惊到了，因为美国若塞一架出来，甲你警告，塞两架出来，种来要拍来。我准备好啊，两只含你输赢。阿强啊，种球卡的，惊着。阿强啊，迄阵1996年，要个中能卡的，吼、哦。所以解放军的这个将领知影讲，因要无资格含美国拍，因为因真正要个中能卡的吼、哦。美国是一个中间人哈。哦台湾地理当局的总统，无论你是两蒋还是阿扁啊、李登辉、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美国对台湾治理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要美国说了才算数哈。咱、哦、来看2000年阿扁啊5月20日哈，伊、哦、第一个选到总统就任的时，去里讲四不一没有，这是由美国操控指导，唔开伊讲的四不一没有。全世界无一个总统去里讲。我不爱做这個，不爱做这個，不爱做这個。大家去里拢嘛好欢喜个，拳头要顶下，我起来要予咱人民吼过着生活幸福富裕，哦，这个生活，哦，一定讲到拢慷慨激昂，足欢喜，有目标。都拄我这个总统去里讲，我这個不爱做，不爱做，啊，无是选你要创啥？我做做，我那阵吼，我只独派吼。听阿扁啊，选到要去就任，我足欢喜的哦。坐在看电视，看听阿扁啊就任要讲啥，
一个公私不一没有，我们都倒向的，有够失望的，对不对？啊，咱来看伊到底讲啥？伊讲第一，无要宣布台湾独立，哈、哦。第二，两国论不入宪。第三，不举行统独公投。第四，不变更国号。哇，啊，你看，不，我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啊，大家拢唔做。啊，即拢较早咱咧讲个，咱要台湾独立，哦，咱要立，咱家己要。家己制定宪法，啊，要举行统独公投，啊，要甲中华民国这个国歌提掉，要换台湾国，唔较早拢安尼讲啊，啊，他今麦起来讲唔来，啊，阮拼到要死，家己光叫光起去啊，啊，一个光会大，后壁佫一个讲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好无？啊，若无要会，啊，唔着要统一。啊，咱独派都上讨厌统一的啊，家己嘛安尼啊，吼、哦，结果伊甲你创安尼。这若无讲美国伫后壁咧做中间人，伫后壁咧操控指导，无可能。就爱你去你坐迄个位，美国就你来讲，哎、欸，啊，真相是安尼呢？啊，恁当局恁伫外口咧讲是恁咧讲呢，但是我是老大哥，我是头家，爱听我的。我是党组长，你是。拄啊选到总经理呢，你啊，恁选到总经理，爱我发聘书呢，吼、哦，聘书给你，你较会当做呢。好，过来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哦。1979年以前，美国要阁承认流亡中华民国，哈、哦。但是1979年了，意味着美国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这个一个灯等于。卡扎麦克阿瑟一般命令断掉，所以美国爱赶紧定一个台湾关系法，哈、哦，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但伊本质为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啊、哦，以前你若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总统，拢爱等白宫发个贺电给你，甲你承认讲好啊，你会当我个承认当做中华民国流亡伫台北这个总统。等于你选到新的总经理，但是嘛爱我党主席发一个聘书，甲你聘请，甲你确认讲好，你会当做安尼。那么以前拢讲中华民国，但是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干来会当讲台湾治理当局，好、哦，你别再去讲中华民国，因断交呀。所以美国的国务院嘛有通令各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啊，是办事处，拢袂使跟中华民国官员做伙伫公共场所啊开会食饭啊。但是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哈，继续统治台湾，包括李登辉甲陈水扁同款哦，这是流亡的总统哦，啊，唔是台湾国的总统，唔是哦哈。你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你宣誓，你是向中华民国宣誓，唔是向台湾国宣誓啊。好，过来，咱来看2008年，你切啊，634号政经并推，阿扁啊，邀请马英九迄阵已经选到，阿未就任，但马英九拒绝啊。但是咧 ，AIT 的处长叫做杨树立，看美军官员。却已坐云豹甲车啊，进入横山指挥所观察。啊，你注意看，美军官员。啊，你来这个横山指挥所，这是中华民国国军将官的指挥作战中心呢。竟然会当乎外国的军官入来看，这机密的代志啊！啊，其实是啥物原因？那会当会乎美军入来？那无要乎英军还是法军？诶，军官你来看，啊，这是机密，啊，机密他也干来，这和美国对吧？哦，原来是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啊、哦。那么，这根本，这个用观察，这因为这是我引述记者的用语，根本这个观察你要给它改做视察，以及上级单位来视察您的政经兵推得好不好嘛？
伊是来甲你监督，来甲你视察，就是安尼。好，过来，迄个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的各式军事武器。啊，你去过去军车也好，飞行机、战车，这顶悬拢有一个车轮牌国有大理家，啊，即马这国有拢又呼掉呀，但是依稀可见啊，还搁在英国里啊。好，这拢要依稀可见了吧？好，好吧。啊，包括直升机这个加码要有，哈。啊，现在也有美国家下令讲爱涂销，啊，就有这个原因。啊，就讲美国国务院有讲啊，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啊，你来看，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拥有武器，宾拉登用伊的伊斯兰教义、哈回教教义，伫当地征求人家开打组织这些民兵、哈来配合伊来做恐怖发动恐怖攻击，是吧？所以宾拉登有美国用这三个要件甲讲吼，宾拉登是恐怖组织。好，啊，你甲这三个条件去啊，中华民国甲迄落，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哦，各拢甲你美国买，啊，咱台湾人付钱，哦，那够衰吼。我常咧讲讲，咱台湾人去红馆啊，纳税金去甲美国买武器，啊，过来替美国顾伊个大门。咱伫前线嘛，那伊第一岛链，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咱伫第一岛链，拄啊美国个前线，美国个大门，咱咧美国人住伫后壁后壁远遐。做安全的，啊，咱就爱家己买武器，开钱买武器，搁爱炸便当，咧替美国顾大门。啊，所以中华民国有武器，搁啊美国买。中华民国伫台湾偏哦，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哦，讲当兵是国民应尽的光荣的义务，有无？我迄阵做兵搁排彩带，大家去哦，这彩带。迷惑，哦，讲这足公营的，欢欢喜去放炮去做兵，到衰咱真了有够衰，这将来拢爱讨上来，做愈久讨愈侪钱哦，吼，唔是讲迄有迄、那个，敢那蔡同荣因咧入一套，入两套，入三套，伊做三年还讨三年上来，吼，过来阿边啊，罗林强。气下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这是2000年的时候做报的，哈。但这是阿扁阿要留任迄阵的气下，迄是一个中程飞弹。好，一周刊不报道，哈，防卫周刊报告讲，阿扁阿伫留任前一两个月下令气下一个中程飞弹，随引起美国关切。美国一个国务院官员就特别走来台湾，被国防部查证。迄阵咧，国防部长叫蔡明宪，吼，伊讲美方对台湾刺下飞弹感觉关切，一名美国驻深的国务院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下飞弹无？蔡明宪甲讲有啦，敢那刺下还袂正式生产，但是伊阁甲美国这个官员保证，台湾的飞弹敢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哇，这都矛盾的呢。因为攻击是最佳的防卫啊！啊，你好不容易把这矛盾就是讲矛都磨下来来尖尖，啊，然后甲堵讲，无啦，我这是无好看，我也不会甲你堵，也不会甲你讲官，我这是无好看的呢。都要讲保证，讲伊若无甲我喊，无甲我讲，无甲我尖，我袂甲堵。咱阿公啊，那饱和攻击来，那白有啊嘞，吼、哦！所以你都足奇怪，先啊，咱得去共保证，咱做个飞弹，干那咧做好看个呢？伊若无甲我拍，我拢袂叮当。后来咱来看，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个国家，吼、哦，军事武器发展个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唔，足拄好，你个。这三个国家，吼，这三个所在，你拢甲加做伙变啊，
大日本帝国，对吧？啊，迄、那个关节内容有啥？第一，飞弹的射程；第二个，核武研制；第三个，战争时阵的军事的指挥权。我咱来看，来，第一个，飞弹射程，来，头拄仔咱讲，咱去做一个试射一个中程飞弹，啊，美国就随来动东动西。韩国同款哦，韩国过去，美国甲韩这伊个飞弹敢来当做300公里个呢？好、哦、啊，那三年前美国甲开放，哦，你会当做800公里个，但是你若做800公里个，你个弹头敢来当低300公斤的重量，好、哦。啊，你若做500公里个，做较低，啊，你个弹头当做较大嘞，低500公斤的弹头。美国甲韩这样，即马算有开放啊，本来300公里呢，即马甲开放会当做到800公里，好。过来核武研制啊，足拄好，即三个所在拢有能力做核子武器，原子弹拢会晓做。你若材料传互边边，伊就做互你看。好，1982年，迄阵蒋介石，毋是蒋介石，蒋经国偷偷啊，你。做核子弹，伫中科院，吼、哦，伫清华大学，拢有一撮人咧研究核子反应，即个要做核子弹的即个步骤，吼、哦，甚至因为做一粒要摕去南非试图，结果伊有美国 CIA 毋知安怎甲创，迄架无人机阿袂飞到南非，就伫公海就崩去啊，吼、哦，而且迄阵呢。一个核研所的这个副所长张献义哈，伊、哦、叛逃，其实伊是美国 CIA 的特工哈，伊、哦、跟个中华民国咧偷做飞那个原子弹的这个资料，拢收集好啊，啊，伫美国安排之下，用 CIA 甲送登去美国，美国摕到这证据了，一礼拜后，就随。配合联合国的官员，直接来到台湾，甲中科院、甲这个清华大学这核子研究的这原子炉、甲伊个仪器设备拢拆掉，甲罗啊用暗度封起来。美国哪会当做这个代志？无你若去直接去北韩去甲伊个核子设施、甲封起、甲仪器设备拆掉，还是去甲伊朗今麦咧？在做这个核子弹的这设施，给拆掉，原子炉给封掉，那唔敢，迄唔是你的军事占领地啊！所以你看美国正正刚刚为这个咱所讲的这代志，你就知影，咱是真正由美国军事占领。哦，所以你这个核子研制，这三个地区的拢有法度做，尤其日本即嘛，那无2011年的。哦，什么的核灾，咱拢唔知哦。日本干那遐武器级的布，经过因那个核电厂用料所生产出来，即个武器级的布，美国若同意哦，日本做，上少当做差不多1200粒的原子弹，好、哦，核子弹出来，日本已经做没有问题，装备也有，原料嘛有。只是讲美国，你要让伊做唔做安尼？好、哦，过来，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韩国本来美韩联军哈，变成是韩国的这个指挥官咧指挥部队。那战争南北韩那战争拍起来，美军的指挥官就出来指挥部队。原底因是协商。在去年的四月份，2014年的四月份，美国要把战争时阵的指挥权要交予韩国，因为美国认为讲韩国已经有能力家己来指挥来防卫。结果三年前发生天安门事件有无？韩国一只军舰，唔知有啥物人对一个国家用鱼雷甲崩掉，吼、哦！啊，美国拢讲迄是北韩，啊，北韩。过去拢
算做主人拢，那伊做诶拢起来先，都躲躲进。伊讲，毋是毋是，这毋是我，其实是美国咧甲宰人。我希望用这个事件来发生南北韩战争，啊，美国唔开有机会，哦，来甲北韩修理，甲伊核子设施来甲炸掉。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了，韩国军主动甲美军要求讲，啊，你慢些甲战争的指挥权交我，也是你美军啊，战争的时阵也是你美军来指挥，吼，安尼。那么，伫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那战争的呐，初级班我有讲，这个中华民国国军的陆海空，也这个总司令部拢在裁撤。村指挥部，啊，司令部无啊，啥物人要发号施令、下达指令，为美国太平洋的这个总司令哈，伫这个夏威夷总司令部，由那边遐发号施令哈。好，有先啊，阿强啊，拍金门，这个古林头战役先啊会拍败。我头拄我大概讲过啊，刚才初级官有一届我呐，顺先头讲的，就是蒋介石败退来台湾了，伊发言讲，伊若要阁跟毛泽东战，绝对输，因为国军甲共军拢总是黄埔军校，因为将官拢是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黄埔军校上设立的，上出钱的，苏联出钱。出枪机，迄阵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是做教务长，所以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无唔对啦，因来生团落去，拢为黄埔军校出来较济吼。啊，所以你中华民国的国军你的部署，我解放军嘛拢知影。啊，所以国共内战，尤其毛泽东安排作地。间谍的蒋介石的边啊，哦，所以你蒋介石的什么战略，毛泽东拢知啊，所以一直沿路一直点输甲走来台湾，所以春金门妈祖，因为迄阵毛泽东也无渡海这个船只这个能力，等伊稳定落来，开始用遐渔船啊，甲改装做武装渔船，万船齐发，要来摕金门。迄阵解放军的司令。跟他叫叶飞，伊心里讲啊，那以过去的经验，我只要有呛声讲，我要摕对一个投资，对一片土地，国民党军就落跑啊，免战准部队开去啊，就占领起来。啊，伊即个那靠些，伊唔知啊，蒋介石已经派伊秘书去日本，邀请迄阵日本伫派伫东北的迄个关东军，吼，迄个军官。就是根本博将军，包括伊个一挂幕僚，拢甲聘请来，来到台湾，蒋介石甲接见了吼，啊个，号中国名号因，根本博将军改做林本源，吼，遐日本人拢改中国名，佮穿中华民国个军装，秘密坐飞机去金门，重新布阵，重新下达指令，佮防守个。一个态势，战略拢部署拢改，所以中国军一个登岸起来吼，根本无将军讲规定海岸线加啊抵抗者，就打开开口战术，和因这个解放军，解放军也想啊，这两年啊，反正起来就稳赢，有抵抗算解搞，那过去拢无抵抗，阮就直接起来占领，伊靠一下，结果起来。啊！迄个根本将军随派快艇为后壁，甲遐渔船啊，拢甲放火甲烧掉，火因也无都退。啊，佫拄好战车伫海岸，啊，佮咱台湾军佫做啊阵拍死无退。啊，遐老外，比伫后壁皮皮抓，遐老外拢惊死啦，因为因知影讲因过去战，大概战大概输，拢爱走咯。唔知影讲即个阿强啊，伊拄着咱台湾军，佮拄着。日本军啊，诶，指挥官，中国军绝对输，因为过去咱的皇军去打中国，咱拢赢。
中国军拄着皇军，咱的日本皇军拢输哈，所以唔开，咱的皇军迄阵甲整个中国沿海一半的江山拢甲占领起来，所以中华民国迄阵就无海军啊，因为无海岸线啊，蒋介石迄笔伫重庆哈，四川重庆雾都，啊，因为这个是国共那拍金门妈祖是国共内战，啊，你呐，像那较近。毛泽东包括伊后来继承的这领导者，从来唔敢去拍马迄个朋友。你若要摕台湾，第一个爱拍朋友。那迄阵走去拍金门妈祖，唔敢拍朋友，因为你若拍朋友，变成国际事件，哎，迄是国家甲国家的战争啊！啊，这金门妈祖要搁恁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领土，恁咧烧钱的哈？这是内战，哈、哦！阿公啊，拍台湾个朋友吼，这是国际战争。那么被占领区的国防是由占领军负责，哦、所以人家朋友是那美国作神经诶，有风吹草动，美国就先一架航空母舰来伫边啊布阵啊。那需要，随为中东个加派一架来，好、哦，这就是美国。爱负责台湾甲澎湖的国防，所以咱照讲，咱台湾人免买武器，嘛免去做兵。美国你也负责任，好下叫你搞占领，哦，无你卖搞占领嘛，你甲台湾澎湖还我日本天皇嘛，哦。那么美国伊就是用模糊政策，把咱台湾人头壳戆戆，去替中华民国兵，啊，然后。替美国修前线，美国唔免派美国大兵直接来占台湾甲平湖，因为美军领美金咧，薪水足，哦，足上个啊，而且美国人个性命较值钱啊，伊无希望派伤济美军伫外口烧钱来建设啊，吼、哦。过来咱来看，像那蒋介石拢穿军装，哈、哦，蒋介石重要庆典会议。就职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占领台湾，伊是代替美军，啊、哦，你来看，伊拢穿这个政治服装，啊，等到伊个头家啊穿这种，落这里、個、哈、哦，艾森豪将军，啊，你注意看，另外办公室蒋介石穿西装，有看过伊穿西装也少哈，拢无，我、哦、你有。你伫底看到？啊，嗯，对对，安尼你可能听我上过课，不怪。啊，这是怎啊？1949年去个，蒋介石去访问菲律宾的时，跟纪念哦菲律宾的总统合影。另外，穿西装拍连裤带，因为离开台湾都唔是军事占领者啊，哈、哦。过来又去韩国访问，我那穿西装，啊、哦，但是迄个图片我阿未找出来。咱做一个小姐哈，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是依法行事啦哈。哦，时间到，啊，歹势，啊，无我就先讲到这，啊，这马仔佫继续，哦，多谢各位，谢谢。